Paricarpomeloma, gautrapunicate, patentic hadamifa fia yusvacumoma pachit vanaratadamantaramifa usurahamkathan. Monf, fia chabasadina hajita, lodaraj, javan suyasabana harivasna yamkiksi javanapanevi, thumotarati. Tato param apanavasan bavan got pato a ho. Yu an zhi su xing shi fen, bing mei you qing xi yu qing xi. Yuan zhi fen. Tong de, bi suo yuan ye bu hui shen. Yu ci, an zhi xing lu guo chen, ba yu xiang yin. Xing de 任何一个生灭四或三次顺次事变作进行随顺即更改种性他们灭尽依情况是第五或四刹二十六种广大或出世间心的其中一个会及可心所愿而进入安止心路过随后 在安止的末端即会再沉入焉。十四，支柱读说明，指，apana， 巴利文 apana 本是指受度提升的寻心所 vitaka， 它把相应深深投入于目标里，致使它安止于其中。 虽然在超越出禅之后即不再有寻但由于入之心已进入于其目标因此安止一词一切属于色界无色界即出世间的禅没有清晰与不清晰所愿之于安止没有区分 因为只有在很清晰之目标时才有可能证得禅那定安与此八欲界至相应速相任何一个生灭或三次当禅修者即当证的禅那果时首先会升起一门转向心然后在同个安 止心路过程里，于安住行之前，会有一系列的欲界塑形依次升起，把心从欲界导向安止。于凡夫或圣者，这些塑形将是四种欲界之相应之一；于阿罗汉，则是四种欲界之作心之一。 顺次是变行随顺即种行于跟着这些基础塑形升起四次自都执行不同的基础作用第一个刹那名为坐或欲坐 parikama 因为准备心流证入安止定下一个刹那名为 upakara 因为他已接近安止。第三个刹那名为随顺 anuloma 因为他存在在他的心以及在他之后的安止。第四个刹那名为更改种性 gautrapu 于禅那他因超越欲界已登上广大性而得其名于要定。 他名为种性是因为他是从凡夫种性进入圣者种性的转对于进入更高层次到我的转变点的隐喻式的称他为更改种性但有时亦令他为化等于根气力者则少了变作刹那安止
之前只有三个欲界塑形升起。图表四年月安止塑形心路过程。四正的禅修者之前心路过程之后，禅那顿根者有分流波断意变静随种，禅那有分流立根者有分流波断静随种，禅那有分流到果顿根者有分流波断意变静种，到二果有分流立根者有分流波断一静随种，到三果有分流主波等于有分波动静等于静等于有分断随等于随顺一等于一门转种等于种性变于变作。一旦他们灭尽等等在种心后余力的第四塑形或顿根者的第五塑形即刻升起了第一个属于安止层次的心，此心可以是色界五识为作心之一，也可以是无色界四善四为作之一，或是四道四果心之一，不是一共有十六种。当知在心路过程里是可以有不的塑心，甚至属于不同界，再到心路过程则更能愿取不同的目标，而所有在同一个欲界心路过程的塑形心都是同一种心，所愿这时所升起的安止心是受到禅修者的心愿所决定，他希望证或出禅，他即会把自心向于证或该禅那的修习止禅 Samatha 于更高层禅那。若禅修者所愿的是达到道果，他即会把自心导向于证或该道果的修行。到哪？在安止的末端，在安止结束后就会即有分，不会有彼所愿升起。结十五，安止中的关系。Thus.Tas is a hagatal javanon and charam apanai sas is a hagatal fi apati ken kuta. Apahas or hagata, javanon and charam apas. Hagatal fi a. Tas apai kusala, javanon and charam dus. Javan.See, evil had the map, see, evil that I am a pretty. Cry, Javanon and Charam, cry, Javanon, Murati, Fab, see, a titanion. 集中在越剧速之后，即刻升起的安止意越剧，在舍剧速行之后。即刻升起的旨意是舍句，于其中在善塑形之后，以善塑形或生果性升起安止，在为塑形之后，以为作塑形或阿罗汉果心升起安止。结十五支注读说明。这文的目的是确定安止心路过程当中的基础心与安止心之间的关系。下文诸位对
这段文所述及的原则提供细的解释。节十六总结。Martin Sasuke Pabin Hafadas Opec Hakaban Suke Takri Yato Asada Sam Hanti Opec Haka Pusaje Yanana Saikonan Kamapaba Tuto Tatuka Makri Yato Vitura Gonan Appa具善心之后，三十二种安止宿行能升起。在舍具善心之后，十二种安止行能升起。在越具为作心之后，八种能升起。在舍具为作心之后，六种能升起。对于凡夫与有学圣者，安止发生于欲界三因之后；对于离欲者及阿罗汉，安止发生于欲界三因为作心之后。I am at some over. This is a photo. Tornado. 于此。这是一门心路过程之法。节十六之注读说明，在越具善心之后，等于凡夫与有学圣者两种越具至相应欲界善心其中之一执行基础作用之后，有三十二种心以身止塑行、禅那塑行即首四禅乐具广大善心属于首四禅层次到首三果心四正十六正十二等于三十二在舍具善心之后亦与凡夫与有学在两种舍具至相应欲界善心其中之一执行基础作用之后有十二种心起位安止塑形禅那塑形色界第五禅善心四无色禅善心属于第五四道与首三果心正四正四正等于十二在越具为作心之后等止于阿罗汉在两种越欲至相应欲界为作心其中之一执行作用之后有八种心可以升起为塑形即首四禅广大作心与属于首四禅层次的阿罗汉果心四正四八在舍具为作心之后于阿罗汉在两种舍具至相应欲界为作心其中之一处作用之后有六种心可以被安止塑形即属于第五禅的五种为作心及阿罗汉果心五正一等于六对夫与有学圣者等等对于凡夫及首三三道果的有学圣者在四种欲界至相应善心其中之一升起之后上述的十四安止心三十二正十二等于四十四之一可以升起对于阿罗汉在欲界至相应为作心其中之一升起之后上述的十四种安止心八正六等于十四之意可以升起彼所愿之定法 Dharamananiyama 七彼所愿之分析 Saipan Atsanatsaranakusalakan Eva Apke Vibana Sampichana
Sent Irona, Tautera Moneni, It's Husalakoni. ATI, It's Panasomatas is a Hagen, Ifa Sent Irona, Tautera Moneni. 于此，在一切情况之下，当所缘是不可己时所生起的五时领受推度与彼岁皆是不善果报心，当所缘是可喜时们则是善果报心，若所缘是即可喜推度与彼所愿的是越具Tadpai somatasis hagatagyajvanav Soma Nasis hagatan Ifadadamanani bhavanti Apekha sahagatagyajvanav Nsi apekhasatan Ifahanti 另者关于这点越具为作塑形之末生彼所愿也是越具在具为作塑形之末生起的所愿也是具节十七之注读说明当日不可喜时等等所愿可以分为三组不可喜 Anitha中得喜 It's a much had a 或 It's a 可喜与喜 T.I. It's a 可喜所愿有两种然而不可喜所愿则只有一种根据阿毗达摩论所愿本质的这一事愿本身的自性不会由于见者的性格或偏爱而变更。注解分别论的弥昭提出当人们把可喜所愿视为不可喜或把不可喜所愿视为可喜时那是因为他的颠倒想 Sabhavipalasa 会如此。无论如何该人皆依本身自性而属于可喜或不可喜完全与体验者的偏爱无关。疑惑冰霄在指出可以根据中等友情 Mahima Sata 去区别所缘的自性是可喜还可喜可根据中等的人如会计师政风务员议员主及商人对所愿感到可喜或不可喜来区别人们会体验到不可喜、可喜或即可喜所愿己的过去业所决定。如是所遇到的目标过去业成熟的因缘而生起为果报心。该果报心自动的会与该所缘的自性相符完全没有刻意做即有如中的脸影与真正的面容相符一致由善业成熟人们遇到不可喜所愿以及升起之该所缘的不善果心在此根植领受推度与彼所愿肯定是不善果心除了苦聚生之外他们都是续反之由于善业熟人们遇到中等可喜或可喜所愿以及实之该所缘的善果报心在此根实领受推与彼所愿善果报心肯定是善果报心除了根实体验及可喜所缘的越具推与越彼所愿之外他们都是舍具当目视不可喜所愿时执行彼所愿作用等定
火爆推度心，对于等的所愿执行彼所愿作用的具善善果报推度心，或四种的具大果报心之一，对可喜所愿执行彼所愿作事具善果报推度心，或四种越具大果报心之一，应注意果报心是由所缘的自信决定，但助心则不是如此，而能依照体验者的性格及心情倾向变异。即使当目标是即可喜所愿，素行也可能是舍心或舍不善心。例如在见到佛陀时，多疑者中可能会升起疑相应不善心，而到美女时，禅修的比丘心中可能会起舍具智相应善心，甚至可能对即可喜所起忧具田慧相应心。再者，可喜所愿也有可能升起一般上是遇到所愿才升起的素行，所以受愿垢在遭受生苦处时升起越具贪根，而禅修的比丘能以越具智相应善心观腐烂的死尸。另者，关于这点等等，这段指出是指与所愿相符，而是阿罗汉的欲界作素行心也是如此。当阿罗汉体验即愿时，其素行心是四种越具为作心之一，而所愿则是五种越具果报心之一。该五心是色越报心及一越具推度心。当他体验不或中等可喜所愿时，升起的素行是舍具，而以所愿则是六种舍具果报心之一。该心是四个舍具大果报心及两个舍具推度心。列迪指出，上述对所愿和阿罗汉为住行之间的解释，只是针对素行自然而不是作的情况之下升起时而言。在适意之下，面对即可喜所愿时，阿罗汉也够激起舍具为作心，以及面对不可喜所愿时，起越具为作心。对于该见解，列迪长老引用以下《中部根修习经》（Mahayana）的经文，加以证明正确性。于此，阿难，当比丘以眼看眼其实起了可喜的，升起了不可喜的，升起了可喜亦不可喜的。若他愿意，他能安住于体验可厌的未不可厌；若他愿意，他能离可与不可厌两者，而安住于念与名曰。结十八，额外有分。Domotasis Pagatal Javanavasansi Apanarama Nanisi Ivadevan Gonisi Apas Pagatap Ivabavanti Tasma Yadi Somatasis and Hiksa Domotasis Javanavasanta Duramanasan Avonasa Tao da m kick series album pari paramanum araba aso hagata santiranum apahyati tem and rit fa baven gpe to va ho di titanium pi ti ag korea 但在据素
行之末，升起的彼所或有分是舍具的。所以对结身心是越具的人，若在忧惧所行之末没有彼所愿升起，那么诸师解释，其实即会升起舍推度心，而实之任何所熟悉的小所愿，后就即刻沉入有分结识注读说明。但在塑形之末等等，由于越受和优受的极端，拥有这两种不同感受的两个心是不能前后紧接着升起的。但拥有两种感受之一的心，能在舍具心的一刹那或后一刹那紧接着它而升起。所以当行事忧惧田根心时，若随他之后所愿升起，该彼所愿必定是舍具。若没有彼所愿升起，只有在有分是舍具时，他才能随着塑形之后升起。所以对于身心是越具的人等，对于有份四种越具果报心之一的人，若没以所愿随着忧惧塑形之后升起，在塑形之后不能即刻成分，拥有两个极端的两个心是不能紧接着升起。在这种情况之下，古代诸阿毗达摩论师解其实会升起一刹那的舍欲度心，作为调和塑形的受及有分的越受。其实该心并没有执行推度作用，它与一个与该心路过程不同的目标及任何他所熟悉的欲界所愿，而纯粹回到正常的有分流铺路。这特别的心名额外有分 Agantuka Bhavan。 19. 彼所缘的法则 Tamifakara Javanavasan Kamifakara Satanan Kamifakara Tamasifaramanaputsutada Namikanti Titanion。同样的，他们认为彼所愿在欲界塑形之末升起，意指于欲界有情，且只有在界法成为所取的所缘的后。节二十总结 Kam Javanesa Tarnan Nyamisati FipeMahan C.A. Tadaranan Myritan。 他们说必定是欲界塑形，欲界有情，欲界时彼所愿才能远取清晰或极大所为目标而升起。 I am at the Tadaranan Mani Yomo。于此，这是彼所缘的法则，塑形的法则。Jamaniyama， 结逆欲界塑形。Josea parit Javanavasayam kamara Javanani satikatan chatamivya Javanti。Manda Pavarti Yam Panamaran Vedisutkavaramiva Bhagavato Panamakapataha Kaladisukape
Avant I am Kateri Pap Coffee A Pake Vec Hanna Satani Bavanti Titani on Pi Fan 于速航当中，在有限速行星路过程列速只升起七或六次，但在软弱的星路过程里，例如死亡的那一刻等等，升起五次。他们说，当世尊显现双神变的时，由于其转起极轻快，所以行只升起四或五次。结念一支注读说明：有限速行星路过程里，这是指在月星路过程里，一般上速行升起七次，但当所愿为弱时，他们则只升起六次。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个星路过程里，速行升起五次，因为心所依处软弱之故。当世尊显现双神变时，佛陀在其身之中好几次显现双神变，激起他人对证悟的信心。通过此神变，佛陀的身能够同时发射出水 无碍解道。其实他极其迅速与交替地进入火与水，水变第五禅，然后意让雨水及身发射而出。在每一个禅那出来之后，佛陀极其迅速地醒察他禅之速行只升起四或五次，这是欲界最快的速。虽然双神便是由第五禅通执行，但醒察诸禅之的则是由欲界心路过程执行。结念二，安止定理的速行。Become makasapana make pana mahajita javanani abhibhajavani ca sabadapai kavarami vajavanti.Tato param bhavangapato 初学者所证得的第一次安止以及每一次的升速行只升起一次而已，过后即沉入有分。 Ataropanamak apadakasetukaTato param devini philasitani yutam abhijanti Tato param bhavangapato 四道之升起只维持一个新时刹，根据情随后有两个或三个果新升起，后即入有分。 Nor a somapatical pattern K to therapot java java T Tato param nor infusati Athanakal CANA GOMI FALAN VA ORAHALAN VAYathuraham ikavaram abhijitvanurad bhagapato vahoti 在住灭定时，第四无色禅心只升起两支正的灭境，在从静定出来时，根据情况是阿那含或阿罗汉果心一次，当他灭时沉入有分。 Sabbath upon my path
Difficilem panabavan gasoto firevisonio monasa titani et fab. Bahuni pila panti titan. 对于安止心路过程，有如分流一般，是没有固定的过程规则。当知广大与世间塑形，甚至能够连续的升起数次邪念二之诸毒，说明学者所证得的第一次安止等等，对于一种禅那的第一个安止心路程，广大塑形只升起一次，因小众富而弱的缘故，执行神通的第五禅神通每次升起一次，即使在已熟练于神通者亦不例外，因为伊巴那的通心已足以完成其任务。四道之升起等等，每一道心只维持一刹那，而且都出现一次，在那一刹那间，它已执行了断除或减弱烦恼的作用。跟着到心路过程的基础部分过了，变作刹那，所以在到心之后的果生两次，余力跟着则没有变刹那，所以在到心之后的果心生起三次。在证入灭境定时，已证的四色禅自无色禅那含与阿罗汉能够证入灭境定，其中心与心所之流暂时中断。虽然其是明法活动已止，但依然拥有宝之温的身体还活着。若要证入灭境定，禅者必须依进入一种禅那，出定后观照他的法位无常无，在达到无所有处即从其中出来后，禅者实行某些准备工作，不觉意入灭境定。其实有两个第四心生灭之心流即被切断，入定的时间长短是由禅修者前早已决定，而通过休息它能够延长至七天之在初定之后有一刹那的心生起，于含他是阿那含果心，于阿罗汉则是罗汉果心，过后心即沉入有分。细九章节四十三至十四。对于安止心路过程等等，这时对于禅那定果定，通过不断的休息即能够延长安止的时间。初证的安止只有一个刹那，通过修习即能把它延长至二三四塑形刹那等等。对于已掌握禅那五代的禅修者，安止能够持续不断长久的时间，甚至是毫间。结念三总结。Aseni lapanti javanani bahuni pai。 当知有限塑形生其次，道与神通一次，其广大与出世间心许多次。 Ayam etsa javanani yomo。 于此，这是塑形的法则。一人分析，
polypida 结念词无音者与二音者 do to conum a ha to conum si a pe at the cry javanani si e fa apavanani si a n a la pandi tasabana sampa yati vipaka e si a shuyan dagatai ampanabana Fipainter ni si o have a pack ni en a pandi. 于此，对于结身心事二音胡音的人做塑形与安止塑形不会升起。同样的来善去理至相应果报不会升起。但在恶句里至不相应的大果报心也不会升起。结念四支注读说明：若有因的结身分与死亡作用是有两种，是推度心之意执行。该有情的结身心即是无因 ahatupa。若有情的结身与死。死亡作用是有两种至不相应果报心之意执行其结身心即是二因多哈极少了魔痴因或慧根这类有情专指属于阿罗汉所有的塑形是不可能升起于他们中而且也不可能证得刹安止或道安止以致不相应的结身心真道人见或欲界天上者在其心中不会升起三因大果报因因为他的结身心低劣之故对于这行即彼所愿只能是无因或报心在恶趣里结身心肯定是无因的其地连大果报心也不会升起为所愿而只有无因能升起为彼所愿结念五三因者 Tie to see a kindness of an unculacusale javanani in a lapendi Tasa se pisaj Jayunanun cry Javanani. The guitar Zampayuta, Fisikik Javanani Sisakonan. Anagama Pagalonun Pena Pay Javanani Cana Lapen. Lokatara Javanani C.A. Uthra Hemi E.M. Evema Pageanti Titanion 在结身三者当中善与不善素不会升起于阿罗汉同样的唯作素行不会升起于有学圣者及凡夫也见相应敌以相应塑形不会升起于有学圣者田会相应塑形会升起于寒唯有圣者才能依各自能力 去体验出世间塑形结念五之注读说明以致相应的结身心投身的是结身三意胎这些有情可是凡夫有学圣者或阿罗汉当然是在投生后才成阿罗汉不是依结身心力而成为阿罗汉在虚完道入流道时邪见即以烦恼移除因此邪见相应及以相应塑形不会升起于有学
阿那含不还者已断，除了甜烦恼，因此不会再体验到甜根心。结念六总结 ：A sekhun katukalisa sekhun adis chapabas avas sanun katupabasa samhava。如是说，根据情况，无学者体验44种，有学圣者56，其余则54。Ayam et sabagolubido。于此，这是人之分析。结念六之注读说明。根心三因的凡夫最多能够体验54种心，即12不善心、17善心，即不包括心。念三欲界果报心及两个转向心。然而对于真道恶却有情，其结身是无因的，而只能体验37种心，即12不善心、8大善心、15因果报心及两个转向心。对于已无因或真心投身到善去者，他们也能体验到四种志不相应果报心，所以一共能体验到11种心。结身心三因所能的54种心，则再包括了9种禅那善心。当然对于还未证的某禅那者，去该禅那心。在须陀环道时，邪见及恼已断除，因此四种邪见相应心及种一相应心已消除。若包括禅那心，须陀环语还能够体验以下五种心：七不善心、17心、念三欲果报心、两个转向心、一个果心。后者于须陀洹是须陀洹心，于斯陀含则是斯陀含果心。阿那含又已断除了甜慧，所以不会再体验种甜根心，而其所体验的果心是阿那心，最多能够体验48种心。内文道有圣者能够体验56种，这是把首三果心及四道心都包括在内的算法。在此称为无学者 Asaka 的阿罗汉完全断除了一切烦恼，因此不会辨认任何不善心。他们所能体验的44种心，18无因心、8大为尊、五色界为作心、四无色界为作心及一个阿罗汉果心，这些数目是对于欲界有情而言。如下节之对于界与无色界有情，该些数目须减去不能升起于该界之心。一等析 Bonipada 邪念分析 Kame Karayuniyan Pen Eterni Seven Life Is Eterni Yotharaham Apalabendi Rupi Vakarayuniyan Padjavana Taramana Vajjani Rupi Vakara Kumitam Magat Rupi Vakara Hasana Hathamarapa Vajjitani Slap Handi 于欲的
上述的一切心路过程跟剧情发生于色的一切都能发生，除了田惠琴和彼所愿。于无色的则在除去第一道色心生效及较下层的无色界心。前面七支注读说明，此文所提的是指身的，而不是指心之地或心之界。田会相应心不会生的，因为在修习已证入禅那时已的田会与彼愿也不会出现于彼。没有色生则不能效。不生至无色界天者不能证的色界禅或较下层的无色禅。结念八特别情况。The attempter Ketanum temtem Dvarakatha Sitani and Alant Eva A Satanum Panasab Asapai Sit Pavatinas Eva Tanyan 于一切的对于缺少某根者与根门相关经路过程不能升起，于无想有情则完全没因路过程升起。结念八足说明，对于找某根者，这是指在欲界瞎眼等的有情，以及没有鼻舌与身根的色界营。于无想有情，这些有情是完全没有心的，不会有心路过程。见第五章结塞。结九总结。A city with a city can rule your thorhan. It's a city. Tatharup fikutalai solapher. 根据情况，余欲的有八十种心路过程心，色的六十四种，无色的有四十二种。I am at Sabumivipago.于此，这是一的分析。结念九之注说明，能在欲的升起的八种心路过程，包括一切心，除了绝不会发生在心路过程里的九大果报心，能色的升。起的六十四种心路过程是不善心，除去各田根心，九无因果报心，除去对鼻识舌识与身识，三无因为八大善心，八大为作心，五色心，五色界为作心，四无色界善心，四无色为作心，及八出世间心。能在无色的升起的四十二心路心是十善心，一个一门转向心，八大善心，八大作心，四无色界善心，四无色界作心，及七出世间心，除去虚陀环道心。结三十结论。 I see.Am tried very case to poverty your system even. Bavan gan charita your vate ukom abakina pavatati. 根据情况，
只要受命为门新路过程即会续升起，他们之间则间隔着有分心。I did hit homosays and k he. Since I thank God have I paid gone on my so parakindle.阿毗达摩概要里名为心路过程之概要的第四章至此完毕。